好，首先我想通过几个简单的事例来大概反映一下我的能力和成长过程。那第一站反映的是说，我因为家庭的关系，从初中开始就基本上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状态，然后期间做过无数的兼职。然后第二站是反映的是我在大学期间，在接任文学社社长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当时只剩下四个人的一个很边缘很冷门的社团，打造成了全校规模、活跃度还有综合影响力都数一数二的一个明星社团。那第三呢，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峰会的活动，那这里面实际上就用了比较多的比较创新型的一些营销手段，因为不然没办法达到。什么手段？就是千万不要说流水账。对，这里流水账其实不会给你加分的。对，你说营销手段又做了最大，是非常好，对吧？对，又说互联网手段，讲一下。啊，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运用了一个病毒传播的方式，也就是我让老板来病毒传播，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那我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他为什么愿意给我传播？第一个，我要解决他不别扭，他传播这个事情，他不会为他的品牌减分，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把这个活动我把它社会化，不再是我公司举办的一个商业活动。具体讲怎么病毒式传播，这词非常好。对的，就是我设计了一个链接嘛，关于我这个活动的一个链接，然后我要发出去，我要让老板来转发。他为什么愿意转发？第一个，这个是去主办方的，他不是我主办的，我是以众筹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主办方，所以是他自己主办的，我来做事情。你还在讲逻辑，你就讲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你在说这个 PPT 和这个病毒式营销之前，我认为你可能只值六七千的工资，但是如果病毒式营销，你讲清楚，两万五都值。好，那么所谓的你这样吧，你把它先简历的略过，也许后面两页有助于他解读这个。好，可以是吧？别急，让他先把这简略的说完，好，然后再着重的说那个什么病毒式传播。好，可以。就是对朋友印象的一个几个建议，简单讲一下。是像那个大数据算法纳入社交匹配。你这个是我们朋友印象吗？对，第一个叫把大数据算法纳入社交匹配。那这里我们已经在做一些推送，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所有的社交，尤其在线社交，最大的问题是社交效率太低。因为在社交中人都是很懒的，人都希望被人了解，不希望去了解别人。那这个时候我去通过数据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再结合传统的像陌陌里面的 LBS， 这个结合起来是形成什么效应？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我一搜索附近1000米之内，熟悉100个人，然后通过我的大数据算法是什么呢？把我的兴趣、我的星座、我的年龄，整个所有的包括我的标签、朋友印象，全部抓取出来，形成一个跟比如说跟厉总理，把你再把你的算出来，我们俩形成一个匹配值，假设叫它缘分值还是叫匹配值。那么我这100个人里面，我直接按照缘分值排序，我只需要搭给我比如说匹配85%的人进行搭讪。这个很震撼，这是我们4月份版本的功能。你没有看到，你确定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是我简单的一个。对，这是我们4月份版本的重点功能。对对，那刚才那个继续，你去讲第一个是吧？你讲了你第一句。对对对。然后再往下。在我们的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不是里面有一个搜索功能吗？对。那搜索我们是想了搜索大而全，但是问题来了，当我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名人的时候，他的印象太多了，我就没有时间去了解，就算。当它完全透明的时候，对我来讲是完全不透明。事实上，那这个时候我在搜索里面必须有一个筛选功能，只筛选近期某一个月的印象，还只筛选某些人对他的印象。这是第二个，我认为要做的。第三个叫做设计碎片化的印象记录形式，就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要对某一个朋友提交我的印象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很尴尬的，写少了雷同、流程化没意义，写多了不知道怎么写，找不到贴切的词。那这个就像大众点评一下，我能不能有个打分的形式，就像点赞一样。那这个时候就更便捷，我的人格分、人品分。非常认同。那最后一个叫做在聊天页面深入及时生成功能，就是印象的。因为在印象这个维度，我们既然叫朋友印象，它不单单是说线下的行为数据，也包括线上的。就是今天我比如说我在线上我搭上了厉总理，我们俩聊了3分钟的天，就会立马对我这个3分钟我们的聊天，你对我生成一个印象，就是很便捷的线上生成。然后下一次我们又聊3分钟，你又生成个印象，两个形成比对，你对我印象发生变化。就是把聊天和那个印象页面打通。对，因为聊天是即时性的，印象是长久性的。对对对，因为我不可能再退出去给你写印象，就是让人的印象更奇怪。这个很恐怖，对，你怎么能想到这么细？这个。所以你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第一是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社交以及对我们这个印象有这么深的看法，而且呢，他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本身马上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四月份的下个版本。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其实也在想退出打分，就觉得印象比较复杂，打分比较简单。所以你的评价是他让你震撼，出乎意料，觉得震撼啊，这个。你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吗？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就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一个对产品的设计。你做过？你知道互联网产品经理要怎么工作吗？没做过，不懂吧？其实你只是有一些点子。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得到厉总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因为从我一个做了十几年的一个产品经理的一个角度出发，不是产品经理，我认为说
对啊，我做了十几年产品经理啊。他不是。对，但是他提出的这种产品思路我看来明显是错的，明显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朋友印象是做强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做社交其实是做弱关系，做陌生人交友，这两者是特别拧巴的两件事。对不起，你完全看错了。对，我们是 70% 的陌生人社交加上 30% 的熟人的强关系。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产品能把熟人社交和陌生人社交拧巴在一起，这是一个很拧巴的事儿。我们是打通的。来吧来吧，你们应该习惯厉浩洋对人的评价往往是两极，要么贼好要么贼差。我觉得说震撼有点夸张，你也千万别受这个影响啊。我想问一下你的产品设计的思路到底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到底解决是什么关键的需求，就这几个你告诉我。核心就是解决一个社交的效率的需求，这个效率包括两方面，不仅仅说我俩建立联系就行，而且是精准的效率。我认为所有的社交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精准，二个效率。就是我今天这里有100个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这。这我说一下，你先别说了，对，要不然就是他把我们所有的新闻都研究透了，要不然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奇才，因为我们就是要解决社交的效率。而且为什么我们是陌生人的匹配，就是为什么他说大数据的算法纳入社交匹配，就是我们想要做灵魂交友。既然他专门写了朋友印象，我是否有权至少问完，让他说完？你为什么站起来干？我是第一为他而激动，第二为大家非要反驳而我觉得没必要。再给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好，我特别想听他病毒营销到底是不是呢？我刚才说了，如果病毒营销他真的做出来一个，那他就是个奇才。其实我认为所有的病毒营销核心就是让我所接触的点都帮我做二次传播嘛。那所有的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两个核心，我跟你讲了，第一个是说让他觉得不会别扭，第二个是有好处，但这种好处不一样的。那刚刚讲的对企业家那个群体来讲，企业家他之所以愿意帮我传播，是因为我把这场活动里面我所有的展位展架还有很多宣传的东西，包括项目路演这些东西，我把它放到了它的转播里面可以产生的利益里面。就是今天可能他不想来参加这个活动，他没兴趣没关系，你只要分享出去，你的朋友圈有500个朋友，有5个来参加，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展位，这是白来的。首先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不减分，你自己举办了活动我分享出去。第二个，你分享出去一不小心有稍等一下，所以这是你病毒营销其中一个关键，是吧？对，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就是说让病毒是传播的，每一个人在传播过程中得利，对，对不对？所以是他们传播的根源。还有吗？就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在其中设计爆点。峰会里面的真正的爆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爆点是在于说，第一个是第一场，它是个创新的玩法，就是没有的。第二个是说第一场主办方也不是很有名，你为什么这个并不重要？第二个爆点是在于说，这个里面是每个人都是主办方，是他自己是参与者。参与感上有一种，这里面还有比如当有1000人都是主办方的时候，有什么参与感？我同意有价值，他还有什么荣耀呢？没什么荣耀了，这里面就会形成攀比啊！就是同样是参与，我也来，你也来，那我就我是做第一排，你是做第二排，我上去路演，你只是来学习，我可以把我的展位放在那里，这就会形成。我必须得说一句，这个太经典，因为我们刚刚春节10天1亿的 PV 的病毒式营销，而且就用了他说的攀比的这个事情，他是你的托吗？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我看非常像、行，人生四大喜事，他乡遇故知，好吧，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好，前两点我知道了，还有方法论吗？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你招我就告诉你，凭什么你老问我老答？你现在从招聘已经这种性质已经演变到我要更多的从你身上挖掘到与我的共通之处，你变成了交友了，你们俩现在，你不是招聘了，你现在，你就看他的思维就可以了，他的所都有的表述，你看到他的做事的方式、行为和能力匹不匹配就可